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想在演艺圈闯出名气，除了说学逗唱的才艺外，如果长得超像某位大明星，也能特别让人注意哦。但是身为山寨版的大明星，究竟在闯荡演艺圈的时候，会因此大红大紫，还是遭受更大的阻力呢？今晚就来听听山寨版艺人们长得像大明星的辛酸血泪史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助理若维。嘿，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，我是陈龙，我是大粉红，我是邱文。大家好，哎呀，有些素人就仗着自己啊有一张明星脸，想闯荡演艺圈。我跟你讲，想都别想，哪这么简单呢、啊？对的呀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来的特别来宾都是素人，那不是素人，都是艺人，都是艺人、啊。对，人家还出过唱片，你抢人家素人啊？真的、啊？难道一个素人都没有吗？有一个啦，有一个不是，是不是有一个针对这个人讲，有一个不是人，好吧？另外，你问说你的明星人是谁？哦，你明星人多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那几两个啦。预备去。柳承哲啊，宋兆基，宋兆基还有谁？没有了。今天呢，要找几个，就是其实啊，他们都很有才华，可是偏偏他们长得呢，就跟我们这个演艺圈就比他们先进的一些人啊，很像，不是长得像，就是感觉很像。那到底是好呢，还是坏？这就跟他们出来聊一聊，哎，有的时候不一定好。但第一个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哦。有人说他也有明星脸哦，他像谁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像谁就是迷了。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我就问，第一个这个人，你们干什么？制作单位是想捧他的？对，跟马安东来了，而且我还什么明星脸、啊？我还以为是哦，有一个新人叫这个名字哦，真不是就是他啊？对啊，奇怪，恶心死我了！来，我欢迎第一位小飞。你来干嘛？现场外面没有那么多人的。今天是明星脸嘛，对啊，所以出来要有那个巨星般的架势。可是真的很难想象你会像谁。他像那个锦衣厅那个什么志贤。哦，志贤像不像？那走啊。哦，对，就是志贤。是吧？哦，对，再看清楚一点。那贵节目现在今天要找的是大明星脸，你们他会死吗？好，那就是莫名其妙红的志贤。你觉得你像谁？我觉得哦，你个人觉得，不要说人家讲，对，个人觉得很多啦，从早期陈玉玲，从早期的许志安，哦，心里有话想说，不像，然后再来就是欧弟嘛，欧弟，还有哪里？你像欧弟哪里？欧弟，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都台湾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许孝顺。哎，你要这像讲几个帅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是近期的谁啊？人气天王，从大陆红到台湾来的谁？胡彦斌。哎，你讲这些话，你们考虑这些被你讲的人的心情？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很慎重的考虑，我还打电话问一下我妈妈，我要不要参加这个录影？哦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刚刚讲那些人，我们来用照片来比照，好不好？不像就扁了，准备好？哦，不行，不照就拜观音。哦，你很像他？怎么？没有。除了什么？都是中国人之外，哪一点像？我还怀疑你有韩国人血统的眼睛。真的不像吗？可是很多人说很像哎。OK， 我们问摄影师最准，摄影师认为像的举手。开点。OK， 谁说你像呢？因为当时那个胡彦斌刚出道的时候，刚好在内地做节目，然后当时他刚好来上我做的那个节目，然后我们内地的导演就跟我讲说，小飞哥，有一个新出来的那个歌手。长得跟你挺像的，然后想说，哎，真的吗？怎么这么巧的事情？因为很少人可以跟我长得一样这么帅又风趣的，对，对，然后就很好奇，然后他就来一看，一照面，哟，兄弟，我们两个还击掌一下，所以从这个案例。我们就知道，其实内地人的心地真善良，真的，连胡彦斌都善良，你看看，哎，真的是不是？没有，可是更惊人的一件事情是，他录完之后呢，他录完影之后，然后我就去上厕所嘛，
他就在大吼，然后他就突然听到外面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彦斌，您在里面是吧？”我想说，哎，不会叫我吧？可是我想想，哎，奇怪，不对啊，因为只有一间男厕所。然后他就突然说：“您快出来吧，您这样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相聚了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”我想说应该不是我，然后我就想说赶快出来，然后赶快离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出来，我就赶快。我连看都没看到，我就赶快走，然后他就一把抱住，他说：“彦斌。”然后把我转过来，我就转过来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他说：“哟，调虎离山之计。”然后叫。他觉得唱片公司找了一个分身，有没有？然后故意认为他是掰的举手。你是掰，你要把这段故事说的精彩一点。你讲个大便坑出来的故事。那你刚刚说你还像谁？像欧弟啊，欧弟瘦的时候像欧弟，然后还有像许孝顺，对啊，啊，其实比较像许志安呐、啊。哪里像？哪里像？除了都是黑头发之外，哪里像？观众心知肚明哈。哦，太像不要讲出来哈。谁说你像欧弟？因为有一段时间跟欧弟有在合作嘛，哦，然后每一次有观众来，然后都会误认为我是欧弟。我说小飞啊，长得像胡彦斌这档事，跟你关联真的不高耶。如果非得要挑一样，小眼睛大概能沾点边吧。你不觉得鼻毛也很像吗 ？OK 啊，好了，眼睛啊，我们说真的眼睛。对， okay, 眼睛。但是接下来这一位就厉害了。嘿呀，哎，像张柏芝这个还得了？像张柏芝的哪里啊？脸呢、啊？哦、oh, ，像哪里？对，像哪里？计算像张柏芝哪里？头发，哇，这个还得了？我跟你讲，脸型，我们先看一下、okay. 啊。这是张柏芝嘛？嗯，对不对？哇哇。真美，像他、啊，对啊，所以像他的今天来的这位也是艺人就对了，对不对啊？艺人、啊，艺人啊，艺人啊，不是素人、啊，我唱片、啊，哎呦，哦，那还没看过歌手啊，歌手，而且男的有来过，男的有来过，有来过，有来过，没印象啊。所以如果说他真的很像的话，上次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人真的不会讲话。嗯，他上次来，他用才华掩盖了他这个长相的问题，是是是，是不是？说人家上次还不像，你这次我请他来，我怎么弄啊？就你这样搞，这是不是你的节目？你跟他怎么样？你跟他是同情人的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好不好？我们欢迎第二位特别来宾，请。本专同处一室，分身让人吓破胆啦、欸！你有跟王勇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？我去看那个 SBL 的球赛，嗯，跟你多近？大概就是你大概跟徐哥位啊，那你们有玩接触？这么近啊？对，可是我是在后，我站他后面啊。你会不会看错？那个也是像王力宏吗？哦，没有，那应该真的是我，是真的王力宏打球。Okay, 又出专辑了，对，甜蜜奇迹。哎呦，哎，你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您知道您这个您的这个名字啊，嗯，在台湾来讲非常开心的，对啊，非常开心，对，叫许宋，宋宋宋宋宋叫宋是什么？爽，对，爽，爽的闽南话，许爽，对，许爽，抠宋，抠宋，抠。嗯、就很爽的意思。许嵩今天的造型比较像张柏芝，我觉得。比谁啊？对不对？把头发这样子弄起来。但是我们都已经想到，但是只是你没说而已。啊？是吗？只是我想不到哦。嗯。有人说你像张柏芝吗？从上大学开始就大家都在讲。是哦，这样子。那你自己认为像不像？我自己觉得好像有一点。有一点哪里？哪里最像他？我觉得。我觉得是这一块，对眼睛的部分轮廓。那您侧面一下，侧面一点，侧面。这边看这边，看这里，看这边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你摆一下这个姿势，好吧？啊，然后看这里，头再低一点，来看看。对，转过来，不是看你头，你再转过来，对，过来一点。你给观众看吧，你自己在那边看，观众一看头发。
再讲。来，镜头带一下，这样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像哎。看莫妮的，像的，哇，看莫妮的，好像，是不是？人家说你除了像这个张柏芝之外，还有没有说过你像谁？还有陈慧琳。哎呦，有像有有有像陈慧琳，最重要是做 OK 的啦。哎、你赶火车的时候被误认为张柏芝，那人家有特别让座给你。哎，我你坐火车头。不是，是我赶火车啊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我和一个同学一直在用冲的，是。结果呢，碰到三个小女生，好像国中生的样子。其中有一个女生看到我就大喊一声张柏芝。然后我想，不要理她，我跑我的就对了。你想理她吗？结果追来一群吗？不是，结果我越跑，大家就越觉得我是。是。就一直冲，一直冲，一直到检票口，我停下了。他们三个冲上来抓住我说：“张柏芝，你帮我签名。”我看签名，再看火车都快开了。我想怎么办？我旁边同学跟我讲说：“你就帮他签吧。”签完了之后，改搭公共汽车吧。签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上车。然后我想说：“好吧，本子拿过来。”签了张柏芝三个字，简体的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，就是说有经过设计那种签名、完全就是写三个字。我就写三个字，张柏芝给他了。他们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在家乡已经裱起来了。张柏芝签的名，张柏芝赶火车被我抓到了。我现在被抓到啊！我现在很想跟那三个女生讲说，如果你们还留着那张签名，可以来找我，我给你们换真的。对，许嵩。对啊，让你很开心的许嵩。那还有人愿意出钱让你去整形到更像张柏芝？有必要吗？是不是其实我也爱谁呢？是牙科的一位医生。张柏芝只有一个嘛，干嘛弄两个张柏芝？不吓死人了？是啊，谢霆锋也只有一个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的意思是叫我去整成谢霆锋？要花很大一笔钱，得赚八年时间，几乎要换头了，对不对？你讲什么话？慢慢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才是明星脸嘛，除了比较碰北之外，许嵩眉宇之间就跟张柏芝没两样，说不定连谢霆锋看到都会认错呢。第三位厉害了，才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像这个厉害，可这个热门台湾的音乐才子是不是力宏啊？力宏，哇，王力宏，力宏。接下来这一位，其实接下来这一位，其实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大的新闻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你没讲是不是？哎呦，戴维，好资料。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很大的新闻是，对，因为他出道的时候，因为他拍了一个 MV， 其实他是一种反向思考，他根本就是模仿王力宏。哦，让大家有很深的印象。可是这种做法其实有好有坏。那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可能是一种好的一个发展，好的能量产生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欢迎，这个第三位特别来宾。不要害怕，我们不会吃了你。怎么长那么高呢？多高、啊？183。183。我刚刚讲没错，你 MV 是这样子，那时候发新闻是这样发的。对对对。那你当时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心里是觉得你会不会有点担心？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呢。会哈、哦。对啊。其实出来是应该先送 CD 的。对对、啊、对。没关系，因为我第三季要撼动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撼动。对，因为中撼。哦。对，中撼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是担心什么？对啊，担心什么呢？被王力宏遇到。觉得可能会。会引起人家反感吧？被这种。对对对。担心在他的阴影之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唱歌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，那怕大家会认为说，哎，可能你就是一直学他什么样的，对，会拿来比较。这是你第一张专辑，第一张的 EP。网友有时候就嘴巴就有点毒啊。有没有网友讲一些什么？有一个网友说不要随便利用别人，这样很快就会拜拜。哎，这个不像骂，对，这有点像，有点像良心的建议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们透过电视在看，其实跟我们在现场看是不一样。而且我们说像王力宏，我又没有说长得像，对啊，我们是整个气质、整个音乐的表演，学像，对，那种强度是跟他一样的。还在学习。我们的曲风也不一定一样，但是我们强度一样就好了嘛，一样很厉害，我表演对不对？哎，这么有气，你学音乐的吗？我是学唱歌，去唱歌，在纽约待过吗？没有，在多伦多。
过多伦多，是不是？人家对不对？纽约下面，多伦多上面吗？还不像，这个怎么不像呢？像的要死。这样我相信你们上面应该会考虑也帮我发个EP。OK， 听说有女孩子真的把你当成王力宏，然后跟你搭讪。对啊，我那次坐捷运的时候。对，就是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面，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一开始就发现她，那我就稍微偷看她一下，就发现她好像在看我，就想说啊，应该是中，没问题了，没有，我想想太多了吧，应该不太可能，因为真的她想太多，你想，我想太多，因为她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就换过去，她就走过来，她说 Hello， 我就Hello， 她说。然后他拿酒跟我喝，我就跟他喝，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，聊就聊了两分钟，他就讲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可是就他好像跟我很熟，他是讲英文，英文加国语，就是这样一直讲，然后讲完以后，就他是外星人，因为他就是讲一些他好像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心事，对，然后就后来我说，这个我们是见过吗？他说。昨天不是才碰过吗？我说，我没有看过你哦。他说你不是丽人吗？然后瞬间就超尴尬。然后这样的事情，后来有变成朋友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没有，对方是这样，你不是丽宏啊？非常气愤。那我听到我是丽宏，我说。那除了王力宏，王力宏是因为你现在嘛，因为出唱片做音乐啊，那当歌手，可能跟他比较相似。那你以前或者是有没有被人家讲过你像谁？另外，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很瘦，有人说我像，不要在我面前讲瘦，好不好意思，因为比较小，比较矮，然后那个，请不要在我面前讲矮。没有，就是他们就说有点像博元崇。博元崇哦，博元崇是，你看康哥厉不厉害？你们说谁就我就拿出谁。哎呀，真的有点像。哦，整个感觉像，而且头发，你看尤其头发这样搞。哦，你比他好一点。博元崇有点朝天鼻，你没有。哦，谢谢。人家是头往上抬一点。哦，这样子。对不起。OK， 你看一个这个。哦，其实你鼻子跟王力宏比较像。有点像，对。眼睛啊。对，但是你其他眼睛感觉跟头发就比较像他。这很酷哎，像的都这么帅哈。哦，对。哎，你有跟王力宏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？有一次很好玩，在我去看那个 SBL 的球赛，然后看一看是看台啤嘛，然后就做特区，因为很喜欢看他们比赛，然后看一看王力宏也在，王力宏是跟你多近？大概就这边就很近，大概跟旭哥这个位置。那你们有玩接触？这么近哦？对，可是我是在后，我站在他后面。你会不会看错？那个也是像王力宏啊？对，没有，那应该真的是，那是真的王力宏打球才挂的。那你们怎么打球？一球过去，王力宏。阿彪，吓到了！你们有玩这种吗？春文，你不要讲那种老的好不好？镜中人。他可能连镜中人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自称几百万年前的东西。那你觉得他像那个谁吗？你像谁？那个孝顺，不是像哦。哦，像啊，像。不必怕他了，你这样就有钱。我也觉得你很像王力宏。谢谢。他心里面知道他是制作人。人家新人要去上节目，对不对？不像我。你老实说，你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是因为真的很像吧？对，真的没错嘛。因为下一个通告就到他节目了。看起来比王力宏更忧郁的周宗翰，跟本尊一样还挺像的。希望力宏的粉丝别太在意，给新人宗翰多点鼓励吧。山寨小天王光临，让妥东康任上身。厉害了。Ray。接下来观众可以好好欣赏舞步20分钟，连续。你会不会忙？那徐总来唱唱您的主打歌。看。来，为我们带来张柏芝的。好，不是。徐总，你要唱哪一首？那个捷安特的代言歌曲就是 Superman。好，来两句。对，请。Baby， 用你治好全世界，绕了一圈，你的爱带着我，准备起飞，直接爆米花，只想在你的天台。
治好全世界，绕了一圈你的爱带着我，准备起飞就进你的城堡里面，爱情堡垒。好好听哦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哎，谢谢康哥。胡彦斌也有歌啊，好，请请请，对，请一对男人下了班，回去下班，制作人家急什么呢？一圈的新人，对呀、啊，你们这些搞制作的，我不是在讲你们的，一个一个讲，你们这些开夜店的哈，要带三个出来挡酒，不会喝酒还要开夜店，告诉我。神经病，我在跟一个就是棒球的选手在讲话，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的，突然旁边咔咔叫大声的，我们两个在讲干什么，他在看我变脸，没有啊，走掉。我跟那个打棒球两个讲，他刚刚怎么样，然后我就敢问他干嘛，不知道，他就突然叫你就走，我叫我干嘛，没有，想说想要敬你一杯酒，对啊，叫你叫吗，大声干什么？那你后来为什么走掉了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早就喝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怎样知道吗？因为他进包厢的时候，我坐着嘛，一看康哥进来说康哥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康哥，然后就两三个人说，哎、欸，谁我谁谁谁我，有谁我谁谁我谁谁，你说的谁谁我，我还没跟他喝到，我已经喝了快一瓶洋酒了。等到我跟他讲到话的时候，我已经说康哥。我说要敬我酒，我想说、啊、算了，不要喝，又怕他三个又冲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开夜店要会喝酒的，可能这是最新的，最新最最新版最新版的。哦，那个比总统的侍卫还要坚固哦，靠近不了他的。而且是友善的话题，对，直接喊拳，对，一过来就划拳，太可怕了，接近划拳。我们一回说，我自己不知道这个事，我想，九妹你也太划拳了吧？因为他们找我划拳，然后我要变拳了，我说好，换一个拳，换。那个洗刷刷，来换你洗刷刷，他们还有分分派的哦，洗刷刷的，啊、洗刷刷，他叫他洗刷洗刷刷，难怪康哥喝不醉。okay, 好，接下来这一个厉害，好，我们现在从那个我们那个国内的走到国外的艺人哦，嗯，厉害了哦 ，Ray， 张 Ray， 这个厉害，这个好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好一定会跳。接下来的观众可以好好欣赏舞步二十分钟，好，连续。你上次做过这个，我跟你讲啊，跨演我们演艺圈有几个能在瑞面跨演啊，放眼我们演艺圈，跨是跨下，演是放眼，对不对？放眼我们演艺圈有哪几个能在他这边笑，是不是？搞不好他还记得我。那个台湾有一个神经病，在我这边也肥肥的。好，我们欢迎第四位特别来宾，刘宇豪。宇豪平常是做韩国泡菜，不是，可能用韩文。平常是做就是新生代的 model， 然后拍个广告这样。哦，模特界，对，韩国。你们公司是不是要你拍了六七个？哦，六七只。那你们公司是不是要求你在讲话的时候也要像韩国人讲国语的，不是那么清楚？没有，可能有点。感冒鼻音感冒，不是过敏、哦、你会不会跳 Rain 的舞步？不会，少来跳，真的吗？我学的是吉他。我刚才已经跟观众说你会跳，那怎么办？就跳，至少要这样跳啊，至少一个啊，对观众，不要对我啊，会不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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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比如说唱歌或是功夫。哦，他最近上一部电影知道吗？有，你会吗？肌肉练得很厉害。你会吗？不会。我你有肌肉？你应该有吧？那有的。Model， 脱掉，脱掉，一点点。脱掉，脱掉，看，先脱，你消掉，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你内裤这么长啊？真的，他腹肌耶，一点点。他腹肌 OK 啊？你太瘦了，在前面。对，瘦，太瘦。是，对。跟康哥学嘛，搞那个更瘦感。你不要太不好意思吧？那你现在是？模特儿，新生代，新生代，拍广告，拍广告，拍广告，你有出过唱片还是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，走名模那一条路。哦，将来要把林志玲干掉了。对，没有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。就是林志玲在国际模特界已经算是发扬光大了。男模还没有这么屌。对对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刘宇豪是在哪里？人家跟你讲说你像 Rain？ 第一次是参加男模的比赛，然后媒体就是报道，就用我的照片，然后比对 Rain 的照片，对，比对，在台湾吗？比对，嗯，来做一个 Rain 的表情，这样有点近。真的像，而且他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他侧面，我觉得哇，你出来在笑的，一出来我吓一跳，我以为瑞来，我就把他，我们是，你知道，看到瑞，瑞，就是马上要配合，是，对对，不能轻易照面。你干嘛配合来宾啊？你刚刚脚有问题，配合我们两个。他跟我一样，我是像帅哥，像帅哥跟水下动的。你叫胡彦斌，我也会唱歌啊。哦，徐阿顿。分身太像全智贤，连主持人都乱了。什么时候第一次被认为是全智贤？全智贤。嗯，就是那时候我的野蛮女友电影上映的时候。那部电影你有看吗？有。你有哭吗？第一集没有哭的地方。后面在那。国光不帮忙。那你是一个模特。就可能在 model card 里面，比较容易被注意到，对对对，就会被先挑出来。是。那有韩国的厂商特别找你在台湾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其实韩国如果在厂商在台湾要推韩国的衣服，应该找你拍。对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是不是？你看台湾人可以，应该去韩国发扬那个台湾的观光。谢谢大家，不能聊太正经的。对呀，不要弄我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那个你会唱歌吗？啊，不会。那哎，那你会走秀吗？走秀给我们看。对啊，没有吗？请。对啊，很好啊，端正啊，对不对？像你这种要走啊，像那个，你今天为了要表现你自己是谁，你要这样，像我走一次，好，以你的身份，好。好笑哦，对不对？再来一个，对，请。慢版的，慢动作，我懂。OK， 这样镜头留在他身上比较久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回去练一下，好，下次再上节目就 OK 了。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希望我们今天叫你做这事，没有毁了一个新生代 model。除了招牌眯眯眼外，刘宇豪的笑容也像 Rain 一样阳光灿烂哦。如果能够再自信一点，就能更像人家笑天王喽。哇，这个有正脸，我跟你讲，像谁像谁，快，全智贤。哇，我们欢迎第五位大明星全智贤的。访问他都小心点，他听不着。好，你好，谁哟？你好，你好，谁哟？往前面坐。你好。你会讲国语哦？会啊。他明明就是台湾人。哎，你摆一个这样不要笑，我们看一下。真的有哦。哇，好像。哦，很像，很像。哇，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很像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哇，好像。像哇，好像哇，像好像哦。来，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，喜欢吃麻辣锅还是喜欢吃虾？
OK， 您请问您是 model？ 对，新生代。也拍广告。走秀接活动比较多。那先走秀。来 ，music。他走过去，那个屏幕光一打，真的，整个巨星的架势出来了，对，好，好有气质哦。是的，你现在还在读书吗？今年刚毕业。刚毕业。对。大学还是高中？大学。我这么年轻吗？年轻。真的吗？一头秀发，对不对 ？Juicy juicy。请问究极是什么 ？Juicy juicy， 多汁。哦，多汁。来，什么时候第一次被认为是全智贤？全智贤。就是那时候我的野蛮女友电影上映的时候，然后朋友去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很像。那时候你应该还小吧？对，那时候年纪比较，那时候18岁。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那个 baby fat？ 休息。对，所以才会像他。你讲到休息。可是被讲高兴还是？还蛮开心的。那部电影你有看吗？有。你有哭吗？第一集没有哭的地方哎，后面在那个树下，对啊，还不哭啊？你们这样没有感情的人，看错集。我现在只要看到怎么看错集了。对啊，应该是第二集比较感人吧？第一集还好。树下，他不是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？我现在只要看到这个沙漠上独立一棵树，我就哭。这是常常读我。对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买东西，因为像全智贤可以打折。因为那时候买东西的时候，那店员就一直看我，一直看我。然后我去付钱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很像全智贤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，我是他的影迷，所以然后他就打折给我。所以你们这些店员不要只哈韩嘛？对，我们像童华也没有看到你们有打折。对啊，他像柳承哲，他像谁？像何中华要去买军用品，军用品，军用品绝对打折。对，一群班长，班长，钢盔是你的。那这样打折很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拍那个洗发精广告。我想哎，我很想。哇，真的很值哎！你这样转，要甩一个头发给大家看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从后面甩甩回来。对，开始。哦，是不是？厂商为了你们，我们再转一次。对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真的很可爱，而且你把那头发甩到后面，说脸型凸出来更可爱。对，也很适合演那个什么，像那个窦唯那样的角色。汤唯吗？啊，汤唯。窦唯。摇滚对不对？你怎么角色要去烧车子啊？因为最近窦唯不是得一个金马奖那个最佳编曲吗？我想到窦唯嘛，想错，对不起，窦唯，我是说回文珍那个角色啊，不好意思。你除了像汤唯，那或者是有在街上被人家认出你很像那个全智贤之外，也有人认出你像安以轩，他们怎么说呢？有一次我去逛街的时候，然后一对情侣走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就看到男的非常惊讶，就是说，就看他女朋友讲说，你看那个，然后我以为说他知道我是谁，可能有看过我的之前参加节目或什么的，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，你看那个安以轩哎，就听到就快昏倒，我觉得他老，这个是老艺人的表演方式，对吧？还是安以轩，陈为民教你的对不对？你觉得像安以轩不好的？也不是，因为我以为他认出我叫，因为他参加你那上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何婉婷，各位，他叫何婉婷啊，好不好？非常可爱，何婉婷。何婉婷，接下来你的工作主要是要做，想做哪一方面？唱歌啊，主持或是演戏。我希望可以像我们师姐一样优秀。你师姐是谁？师姐是？我师姐很多哎。师姐，师姐哪位师姐？不是，我师姐是林志玲啊，然后白欣惠、水哦，所以说你是凯沃的。哦，
那对一零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跟本尊相比，身为妈豆的何婉婷还保留一点稚嫩的气息，不过比起野蛮形象的全智贤，似乎还比较让人亲近哦。那我们讲的都是他们在那个就是像大明星的好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谈一谈，其实在你们工作上面或者在你们的工作领域上面，如果这么像某一个人一定有一点坏处吧，对不对？那个小飞不用讲，我是觉得常常有人讲看到我之后就说，哎，那个女生好像张柏芝哦，好像，哎，蛮漂亮的。可是旁边人又问，那她是谁啊？就我大家都不知道，对，容易这样尴尬，很难过。我背着屠文华的名字背很多年，对不对？没事，那屠文华嘛，我不是啊，你谁？那后来就再慢慢进步一点，那个是那个屠文华弟弟嘛，对不对？再进步一点。你不是头华，你叫头中什么？哦，现在有没有人说那个？我还没问过才恶劣，你是那个吗？那什么中康的？很像头华的什么中康？都已经讲了，我就不能姓驼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人指头华的？头中康？不会，哎，头华比较瘦，对，他会叫小康怎么瘦了？头华啊！小飞，胡彦斌带给你什么样的压力？好，没有。有没有？好像有时候在吃东西，真的有。有啊，有时候在吃东西，然后他们会就会以为你是，比如胡彦斌嘛，他就跑过来看，哎，好像是，哎，刚刚吸呢，然后一直指指点点啊，所以你吃东西就不会很自在，有没有？因为有人一直在看你嘛，对啊。很烂。常有这种困扰。人家讲的工作上困扰，你讲吃东西。对啊，也是不舒服了。对啊，不舒服。对对，以你也是一个巨星小飞，对不对？哎，谢谢康哥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你练两首歌，你就可以开始作秀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于选举需要那么多年，对啊，不管硬上，我就胡彦斌管你，唱完两曲走人，拿一样钱多好。哎呦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小诸葛亮，人家在新加坡都登台了。对，是不是？你也可以啊。对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考虑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是王力宏带给你什么痛苦？我觉得也不是痛苦啊，我觉得是压力吧。就像之前因为有办签唱会，来唱歌的时候，台下就会隐隐约约听到歌迷说：“哎，好像王力宏哦，他是谁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一样啊，周仲汉啊，写在上面啊。”哦，那他是谁？那新人呢、啊、是谁？就他们就支支吾吾，然后说不像吧，哪像王力宏、啊？我觉得里面很奇怪，因为里面写周仲汉，仲汉谁啊？那就周仲汉呗，不然呢？对不对？你该回答钟汉谁啊？阿汉，阿汉谁啊？钟汉。那可是有没有就在音乐上面造成你的压力？音乐上面我觉得倒还好，因为走向不同还是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是唱歌的方式比较不一样。可是将来你要尝试很多种曲风啊，现在唱片却对不对？非常非常非常艰辛的。你会不会什么乐器？我现在吉他跟爵士钢琴都在学。爵士钢琴，对，对，就是也是压压头的。piano 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讲成英文而已。啊，那个刘宇豪，小眼睛，单眼皮 ，Rain， 没有太大的困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好，你觉得你比他红？没有啊，因为不会有就是太 over 的事情发生。可是只有一次是。去试镜的时候，然后那个 casting 啊，好像非常喜欢 Rain，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对到眼，他就直接说哪有像啊，一点都不像，差太多了吧，照片是骗人的吗之类的。然后而且第一次见面就有一种，哎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不是这种，我觉得各位这种话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像他们说被像，不是他自己讲，有的是媒体给的，或者有些人认为这样。当你不认为这样的时候呢，就不要。当场给人家难看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很累的，因为感觉非常的爱，因为那时候对，然后那时候走进去室，就他工作室的时候，就看他的那个笔电的 monitor， 就是一堆 Rain 的照片，然后我心里就想啊，一定是可能工作人员有跟他说他很像 Rain 什么之类的。你这种心情我有过，最近像谁？就是人家说哦，同康也来，同康来啊，我一来就这么胖是吗？真是我。就是，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，因为观众跟这个粉丝都是很直接的，对，他们不是想伤害你，只是可能说跟他们想的他就可能想象的这个有点差距，
所以不是要伤害你，也不用想太多。有他有冷静一点之后就说，应该没有影响到你世界的心情吧？那你看有啊，我说没有。好，你要谁哦？你跟何婉婷是不是同公司的？不同，一零，也不是一零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漂亮的婉婷，何婉婷，人可和，英勇宛在的婉，美女下集的婷，何婉婷，来帮你。对不对？加深印象。谢谢。旁边的是刘以豪啊，刘以豪啊，那个段哥的刘以豪，他们是敌对的，一个是伊林的，一个是凯沃的。你讲这个，你今天怎么一直在讲？一直在讲加深。我们聊一下空军的时候，对，加深加深印象，加深印象。对对。那你有什么困扰吗？接东西会不会接广告什么之类的？其实我觉得压力是没有，只是说因为全智贤演那个野蛮女友。很野蛮的样子给人家印象太深刻了，所以大家都以为你很凶。对，每次人家都问我说，哎，你对男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拳打脚踢这样？都想问。那你对男朋友是不是这样？其实会。会吗？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没有。前后矛盾，他就是前后矛盾嘞。何婉婷，露出破镜。喂，这个不好笑好不好？这个表演方式就跟这样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老艺人。对啊，老艺人呢，小飞。不然这样哦，我们问四位新人，你们觉得小飞好不好笑？觉得好笑的举手。这三个都知道他是制作人。对对对。那婉婷觉得不好笑就对了。不是不好笑，就是。还好，只是看不见。就比较好笑的人还是更多。哦，所以阿林可能有些节目你可能从今天开始不能制作。没有这样子。陈玉玲这个节目啊，小飞制作可能不会啊，不会，我们不是这种人的。真的吗？我们就看短期之内他去上你们哪一个节目，我告诉你。好。我们会调查的。好，好吧。像你们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觉得你们像这些明星？嗯，有。有啊，对我妈妈觉得我很像王力宏，真的、哦。可是是他先讲的吗？还是你人家讲了他就才觉得像？哦，不是，是爸爸的朋友先讲，国小的时候，爸爸的朋友、国小的时候就有点有像哦。因为王力宏那时候比较 baby fat 一点。我操，王力宏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。对啊，王力宏小学六年级就出道了。我乱讲。王力宏对小时候的时候就有点像。小薇，你爸妈觉得你像？蔡徐坤家哥吗？不是真的啦，爸妈真的觉得你像蔡徐坤。这句话好贱，不是真的啦。应该给我套上蔡徐坤的名字就对了。不是啊，那许孝顺是没有讲过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自己的儿子还是最帅。对啊，没错。哦，那许嵩有没有？我妈妈有一次看到张曼玉的海报，她也看看我说，哎，怎么和你有点像？她觉得我像很多人。这样好，我们来选线，好，跟他们这个照片中最相像的是哪一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三个选，还是我们四个选？四个选，四个选，对对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你们四个会对我偏见，要全场一起选。哦，也可以，全场就是我们四个。你要连电视台每一层楼都全场一起选。来，预备。这回是小飞的举手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错。啊，对，因为我这照片还没有拿过去。哦，对，所以大家都还没有举手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对。好，现在我想结果就不一样。要开始，要开始，真的开始。所以掌声比合手就对。对。OK 啊，做节目流程我已经准备。预备。这位是小飞的，请举手。我觉得很像啊。OK， 他真的很像。OK， 因为我就看定他那个圆钟。对。好，这位是许嵩的举手。嗯。没有，我先举。哦，你开始不是说全智贤吗？没有。他一人有两票啊，许嵩一人两票，一人两票。现在许嵩总三票，小飞一票嘛。对，好，认为是王力宏的举手。哎呦，有两票，不错哦。另外是 Rain 的举手。走出自己了，哎，是这样举手。好，现在是全智贤举手。对呀，不能嘞。啊，那我们讲。那我们今天最像的是谁呢？许嵩。好，
刚出道都是像别人，真的，但是最后都会走出自己一条路。对，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要充实自己的才华，跟才艺，别人才会真正注意到你们自己。对，幸好我都兼具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种，幸好我都兼具。那祝你们星途一路顺畅，对对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超精彩、超爆笑的果光贺岁片，保证让您笑开怀。下集二九可以介绍一下。咱俩也可以。你要说什么？表现天力。小龙猫，是，我还对你不错了。这是给脸不要脸，给你吃东西你还吐出来的。反杀啊！去。二月十四，初一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。